nocy duszę sam drwi, bity czerwienią kuli. To najpańczy tutaj dzisiaj i wej przyszy wam taj chodzi.虽然在途中，经过许多的损失疼痛，有很许多的万难交通，却发现你的顺从。没有人单独行动，你我都是弟兄，要一人做出感动，全体跟着向前冲。你是不是苦乐与共？我只求这一生与你们同活在主身体中。就像加勒陪同约书亚正当为以色列家，比伊丽莎跟随伊利亚同心放胆说出话，黑大地放下保罗希拉带领你放下，这些老众人赞美神救恩大的见证，看我们脸上荣光，却在有福盼望，手里手一个一向，没有不同的方向，人生自在随处前往，自己路更开阔，越为神国祝福临走四方。我们知道眼前所奔跑，飞出地堂上大道，还要经过主的再焚烧，先经过天然还好，尽管我渺小，尝试软弱会沮丧跌倒，你们却要把我带回到主那基督的怀抱。我曾是欢喜逍遥，有主做我至宝，又能与面表没有比这更美好，我要时时向外宣告，让中国人进入基督与教会永远的荣耀。我真是欢喜逍遥，有主做我至宝，有人与你们联调，没有比这更美好，我要时时向外宣告，让中国人进入基督与教会永远的荣耀。基督与教会永远的荣耀。